姐姐，我不想玩了，我想喝冰袋。学大，你有钱吗？我没有呀。行，你等着。走，小蛋，我带你去小卖部做汽水。老板，给我做瓶汽水。呀，明珠给小蛋来了。行，我跟你说啊，明珠要什么口味的？我要可乐的。可乐的是吧？好。这就是可乐的，可乐的明珠要几颗啊？两个。两颗啊，好。姐姐，我不想喝汽水，我想喝冰袋。啊？喝冰袋？汽水刚做好就不要了？你看这瓶汽水那么多，换你两包冰袋也不吃亏。啊，行吧行吧，给你拿两包吧。要什么口味的？白桃的，白桃的，还有百香果的。你要百香果的，哎，这就是啊。你的白桃的，你的百香果的。就是嘛，我还送你一个瓶子，你又不吃亏，走了吧。也对，还赚这么大一个瓶子。小卖部开门了啊。